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博远 FM 零二一一早安电台。五一假期只剩一天喽，大家开心吗？不开心。好嘞，大家做好返工返校的准备了吗？没有。好嘞，希望短暂的假期能让你们蓄满电量，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。好吧。最近台长小汤的生活非常充实，虽然忙碌，但我很喜欢这样有明确安排的日子。做好计划，然后再一个一个执行，尽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。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短期或长期目标哦，朝着你们想去的方向一步步前进吧。今天的早安电台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